要提出在这个场合中最符合这个问题答案的人。好，问题。基础扎心之后谁哭得最惨？有人哭吗？他哭啊。他哭得非常惨，是吗？你都往他那儿说，我们欺负他。哦哦哦！吃饭吃饭，爆哭在那儿。你们不要欺负我。谁对戏的时候笑场最多？对呀，是，我觉得是他。你们是摸着良心是我吗？你先来吃条，每次你先笑的，你先笑的。不是，是和谁对戏的时候笑场最多？他有一条二十多条那个。三十多条，还有那个做他的好姐妹那个，好姐妹，这个你也笑。但是跟谁对戏，我觉得他惹我笑场最多。你找谁的笑声最大？彭昱畅吗？彭昱畅，模仿我吧。真的要？彭昱畅是谁？我是这样笑，是这样笑的。拍戏的时候最容易被谁的口音带跑？泸州口音，泸州口音，没有口音，但还好，我们学重庆话的就还好，不会被这种带吧。就比如说吃肉，吃羊，说吃鹅，他标准的是刺藕，刺藕，对对对，刺藕，刺啥子？刺藕。谁发朋友圈脾气高？朋友圈。反正我觉得他们几个吧，他们仨。你也很爱他一天，你每天都有。对，我发哥。我觉得张佑浩每天都会有。我发哥。对。先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。我被他的无尽之刃抽，他被抽肿了。他有一天，所有人都红的手皮都抽掉了，肿的，他能抽出沙，然后抽出沙了，肿的。只认一个人，他在帮你刮痧。但是彭昱畅有哭过，你抽的，对，那个视频还有呢。从小到大心动过吗？心动，当然，现在当然了，当然了。现在为什么心动？你现在为什么心动？你现在为什么心一直在动？因为我的心要活。我要活着，所以我的心必须得一直在动啊！给我删掉。初恋的时候，来，我来。初恋的时候，对对对。你有什么初恋？几岁啊？你怎么不接？六岁吧。你发毒誓。三岁。假如大家是一个班集体，你觉得谁是所有人中谁是班长？班长。那全班都是疯子。我觉得要不就你吧。这么随意的。哎，你可以。这么你，要不你来吧。气压很低。还有，周依然，哦，很爱跳舞，对，民族舞，对，他民族舞，这种，他很爱跳舞，谁是生活委员？郭晨，不是，妈妈，不，我们俩点外卖点的最好吃，你们俩点外卖点的，这叫什么好？我们负责生活的，谁是体育委员？青哥，青哥，篮球，可以现挂，他专门练篮球，不，他可以跑酷，现在可以跑酷，让他在那翻，纪律委员，纪律，纪律。他一定是他，为什么？就是好了，能不能快点啊？能不能快点啊？我跟你说，这样不要闹了，不要闹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谁是学习委员？学习委员，马田，假的，成绩最好，仪表堂堂。他叫不能剧透，不能剧透。本人他叫梁靖康，宣传委员。他最爱发微博，对，发微博发朋友圈。哎，不对，小郭营销。哎，他好会营销的。编剧没有海报，他 P 了个。他们仨都有资格 PK 这个宣传委员。